台东缺乏治疗癌症的设备，台东人必须来回700公里到台北治疗。我是冬季爱心歌手张曼妮，请支持台东基督教医院新建癌症医疗大楼，让台东人不再感叹生命太短，路太长。前进也是漫长，这是一场做不完的生存游戏。心除了年轻所剩无几，不知热情会停在哪里。天如此美丽，那么眷恋，提醒自己关闭记忆，学会忘记。情太多孤立，太难分离，锁在心底惧怕开启。听风在前进，时间暂停，一路悲伤好冗长的几百公里。这一站一站是快是慢，来来回回中疲惫不已。人长期奔波，满心消磨，一直受挫懦弱，早就不是秘密。但生命太短，路却太长，耗尽勇气真不想放弃。想看到把时光还给青春逍遥，我想看到不再和命运赛跑，我想看到泪中有笑，留在熟悉的地方治疗，见证爱的美。说见